大家好，我是赵月，也是会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天班就的唐安琪。赵月，自从那个下班回来的时候就放了天气鸟了，然后我现在又没有很闷骚了呀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小姐姐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样子看着我。为什么你的脸红了？不行了，月堂小剧场。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个过敏呀，就是有人有暴露狂吧。就比如说，赵月吧。什么？谁呀？你没听我说完。他洗澡不关门。然后洗完澡就直接出来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房间就两个人。老师不是说了不让唐安琪跟赵月站一起吗？我这样在一块怎么样？可以在一起。怎么样？他们说不合适。女王殿下回去，回去。女王回去。女王回去。唐安琪来了来了。就有一次我跟他很愉快的在我房间玩耍的时候，我就发了一条微博，开了他的九宫格，然后被你发现了。你就在那里留言说类似你要睡觉了，他快3点钟才回来，还要我给他开门。不是，你知道他跟我很愉快的玩的可开心了。我们那就是跟我玩的不愉快。不是，然后看到你发的那个评论之后，因为进我房间要脱鞋的嘛，他鞋都忘了穿，他就走出去了。那瞬间我觉得其实月宝除了真的，他除了可爱之外，他很顾家，还是个妻管严，真的是他很顾家。你要好好珍惜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已经使用出了很多的法宝。对的，你要像赵王东这种平时根本不用微信的人，有一次主动用微信来群里碰面，就是说你们有人知道安琪了吗？安琪这么晚还没有回来，有点担心。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顾家了。你先说，你先说。我觉得呢，就是在一个比较招蚊子的人旁边呢，就不会被咬。那你怎么是我想说的？我想说每次咬的都是你。还好呀。到底谁招蚊子？他。所以你们俩从来没被蚊子咬过。他说这点很让人很奇怪，他有两个点是人家不能说的，一个是，还有一个是，说，一个是刚刚那里，一个还就是人家说他没有文化，他这两个会生气，对，他平常都不会生气。然后我觉得一句话形容唐安琪的话，又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也是傻子店员。因为我自己是男的多嘛，然后感觉稍微亲密一点。那你觉得我们注定是相爱相杀吗？相爱相杀。对啊，他们两个是相爱相杀的，然后晚上回去又在各个地上打滚。